将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家庭梦想能否实现呢？来，我们先把他请上来吧，有请杨涵。你好，杨涵。你好，小吉。欢迎杨涵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嗯，大概介绍一下，杨涵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嗯，是的，是的。公共关系系，毕业以后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创业。创业。对对对。压力挺大的是吗？是是是。好，那今天的家庭梦想是什么？今天是想给我姥爷出一个菜谱。给姥爷出菜谱，这个创意好像很有意思。那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稍后慢慢的来了解好吗？但是杨涵需要全场观众的掌声和呼喊，为他加加油好吗？来，杨涵，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你想抢先选手一步揭晓门后的秘密吗？你想用智慧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快拿出移动设备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中国电视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时同步互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节目同步答题，赢取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杨涵，离山大门背后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这个听出来了，先听到。杨涵，告诉我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是《爱如潮水》。爱如潮水。你说歌名咱能正常说吗？说的诗情画意啊，饱含深情，爱如潮水，到底对不对？我们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过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感谢岳峰给我们带来了这首《爱如潮水》啊，迪克牛仔也唱过这个版本的。杨涵，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了，1000元到手了。哎，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叫你师姐呢，还是师妹呢？因为看着年龄肯定是比我小，我也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嘛。但是呢，你这学历又比我高，你研究生，我这本科毕业。不敢不敢不敢。那我该叫你师姐还是师妹呢？师兄，师兄在上，受师妹一拜。还挺乖啊。学习怎么样啊？学习一般一般。怎么能一般呢？好好努力，知道了吗？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啊。一定的。好了，过过师哥的瘾啊，差不多就行了。来，第二扇门背后是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好了，请按响门铃。好熟悉啊，是吗？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杨涵，回来。很熟悉。完了。对，很熟悉。我对唱歌的人很熟悉。唱歌的人很熟悉。对对对，台老师。歌名嘛，找一个字代替。找一个字代替，
确定了啊？确定。我们来验证一下好吗？好。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杨涵的家庭梦想是给老爷出一本菜谱。菜谱。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哦。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哦哦哦，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让我们欢迎台正宵。谢谢，掌声送给台正宵。继续加油。好了，在这里要恭喜杨涵，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哈哈，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到手了，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家庭梦想了吧？嗯。给老爷出一本菜谱。是的。可能很多人都在疑惑说，为什么专门要给老爷出一本菜谱？嗯，因为姥爷做饭特别特别好吃，从小姥爷做饭好吃，那他不用菜谱啊。可是需要有一个人把他的味道整理下来啊，就是姥爷做过的菜。嗯、对对对，因为这个想法就持续了很久了。嗯。然后就觉得去年的时候，姥爷身体突然间就不是很好。嗯。然后就觉得哦，我得赶快抓住机会，然后把姥爷的味道可以一种文字的形式和图片的形式保留下来。嗯。对于姥爷烧的菜的一种喜爱和习惯，同样对奶奶是有一些思念。是对对，因为奶奶去世那年我刚好在高考，嗯，然后5月份就没有赶上回去见到她，嗯，然后后来就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就猛然间想起，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连奶奶的视频也没有，然后照片就只有我一两岁的时候才有，然后她是一个农村的胖老太太，然后我后来就把她照片翻出来放在我床头，然后每次看到都特别难过，我就想为什么在我有能力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去做事情，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后悔和遗憾，因为真的当机会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了。然后我就想我姥爷做菜那么好吃，然后一直想要给他出菜谱，然后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来，同时我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人可以意识到其实亲人对我们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是老人，因为他们如果走了然后我没有机会了就再也见不到了，他那种味道然后那种记忆那种故事就永远都捕捉不到了。我希望这个味蕾可以传递更多的内容，除了酸甜苦辣以外还有他们的故事，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记忆。我们常常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往往会为家人送上迟到的关注，但实际上我们只要从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细节做起就可以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我们家里的老人把我们抚养大，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意识到该是时候为家里的老人做一些事情了，一点点，该是他们享福的时候了。是啊，所以现在还来得及。是的是的，好吗？嗯，会的。我们把掌声送给杨涵好吗？送给老爷爷。杨涵，你虽然是我的师妹，但是你觉得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不敢，真的要感谢你。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嗯，但是做成的关键要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去实现。好不好？好好。第三扇门背后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
知道这首歌吗？嗯，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你为什么要把它从头到尾听完？因为好听，所以我就想一直听。你是真喜欢这首歌？嗯，对对对，是的。歌名是？歌名是《心情》。谁唱的？周杰伦。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谢谢王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心情》。现在心情怎么样？现在很感触，因为听了这个歌，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东西。很多小时候的东西。对对对，小时候躺在地上数星星是吗？对，躺回老家的时候跟奶奶在一起，然后就看老家的星空，哇，像被子一样那种盖下来的样子。只能存在小时候。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很奇怪，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老家的星空是最透彻、最美丽的。特别美，特别美。我也记得我小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家郊外去旅行，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就是满天的星斗就压在你的身上，觉得好美，好美，好美。但是你随着慢慢的长大，儿时的这些美好的景象见得越来越少了。对。所以把它写进歌里，写进书里，写进我们的心里，永远的珍藏。是的。好了。我们要恭喜杨涵，你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了，杨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闯关了，好吗？第四扇大门背后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按响。好，门铃。真的不知道，求助吧，这里这里，求助吗？求助吧，只能求助了，好吗？好。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我相信此时此刻都是，哎呀，这首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对吧？是这样吧？我说的没错。来，我们看看第二现场的同学们，是有同学来了，是吗？闺蜜，闺蜜。两个，三个都是女硕士，我们三个。哦呦，两个女硕士加上你一共是三个。是的，是的。沈梦辰，连线第二现场。哎呀！观众的心情啊，哎，所以才叫你们来嘛，还好我们来了，哎呦，这样真的，来，你们给出一个答案，知道吗？怎么唱来着？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是吗？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歌名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怎么能不知道这首歌呢？对吧？失误，失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你们提供的答案，你接受吗？接受。姐妹给不给力？给力，特给力。爱他们吗？哎呀，哎，我接住了。好，藏起来啊。好，好了，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期待，开门。
我的演唱会，这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三年的感情一放心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吹，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谢谢华帝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恭喜杨涵，你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不知道这首歌，肯定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带你去看过演唱会。嗯，对，都我自己带我自己去，都我带别人去。你看看，你平常的学习是特别忙。也还行。也还行，但我觉得传媒大学的学生啊，他们的学习生活应该是比较轻松快乐的，学习的时候应该是很严谨，但同时也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社会的实践啊，等等等等。是。你学习的是公共关系管理，是不是？公共关系啊。公共关系在广告学院。对，我知道，是吗？其实你特别适合学广告，对不对？是的。据说你经常会有一些鬼点子。是是是，就经常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奇怪的想法有什么？最奇怪，其实不是特别奇怪啊，就是比如给我爸他50岁生日的时候，我就找我50个朋友，每个人用他的手机给他发一个什么"叔叔你好帅呀、啊，叔叔生日快乐"这种短信。结果对你爸来说，结果我爸就把我骂了一顿，说发到大概30多的时候，我爸就说你这找了一堆什么莫名其妙的号，你赶快就别发了。不知道以为是骚扰电话、骚扰短信的。是啊，是。不过我能感觉到我爸还挺开心的。结果到39个的时候，你爸手机就没电了。有点，他是说他手机都快没电了，让我别发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会儿考试嘛，正好12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拿那种红绸纸，那会儿我在武大上新闻院，然后我就给每个屋都贴了一个“百年武大，百考不挂”，然后那种挂帘，每个屋一个。这个宣传语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哎，是的，是的。我跟你说，这个对于广告专业，甚至是你这个公关的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哎呦，现在有很多的公关公司啊，而且他们在市场上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你做什么活动啊，公关公司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的传媒。是是是。所以你的点子、你的创意太重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的梦想继续进发了。第五扇大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走不走？我能跟亲友团商量一下。对哦，你的求助热线已经用完了。我能，对啊。来，连线第二现场，马上征求亲友团的意见。说句实话，那个见好就收。真的。自己把握。行，继续吧。真的吗？走吗？走，走吧。走了。这勇气要有。走了，第五扇门，请按响门铃。自己笑成这样了。爱一个人好难，到头一定会爱上你。你往哪跑呢？跑了，姐姐。跑掉了。不是跑掉了，你是跑别的地方去了。哎呀，急死我了。哦。别紧张，别紧张。爱一个人好难。我记得前面那段。哎，不是情非得已吗？只怕我还是会爱上你。你还敢唱？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可长点心吧，海燕呐。歌名是《爱一个人好难》。其实我错了。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大吉。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谢谢甘丽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一个人好难》，我对你来说好难，不难不难 ，so easy 呀，一点都不难，是，所以要恭喜你获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来，恭喜你获得了多少钱？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地。好的，10000元已经到手了。当然还是要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已经积累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15000怎么办？走不走？不走了。真的不走啊？走了。10000元够了是吗？是。好，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杨涵，继续加油，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归你了。在这里要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师给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杨涵，谢谢小尼，谢谢学长。